把你的右脚往侧边迈出去，同时把你的两手踏叉腰，
眨，五六七八一，然后头呢也是从稍微低一点，然后到嘣这样的抬起来，会很有精神的那种感觉啊。五六七八一二，然后三的时候手放在额头上，左手拿起来放在额头上，往左侧像敬个礼一样的那种感觉啊，敬个礼。然后同时呢，把你的胯往左边这样坐下去，两个腿都是这样的弯的，把胯坐下去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四的时候这样子坐下去的时候，把你的右脚提过来，然后左脚再落地，所以两个脚是这样子依次的，这样子蹦蹦两次就可以了。一二三四，左脚提，然后落地的时候再蹦一下，再落地就可以了。所以是踏踏这样的感觉啊，踏踏到这儿。然后继续，左手你可以叉腰，右手伸出食指，从你的脸颊左侧，从下巴颏底下画一个微笑 smile 的那种感觉，一个弧度啊，咧嘴笑的那种感觉，画一下，然后停在你的脸颊右侧，同时把你的头往右边，啪，这样子弯一下就可以了。拍子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脚呢就是这样子踏步就可以了。六七八，八的时候左手往上推，斜向上这个方向，然后右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脸颊旁边底下一点，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大大大大到这儿，头也是啊，搭配你的这个手往右，然后推手的时候再往左这样子甩过去就可以了。这是第一个八拍啊，过一遍。五六七八，一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继续往后走，先学那个导师的这个部分啊，往左侧转身，转身，同时把你的左脚在后面，右脚在前面，这样子，脚尖点地点出去，放在这儿，两个手呢放在身体，自然下垂就可以了，放在身体两侧就可以了。好，在这儿，然后手的动作啊，踏踏，这样子正面看一下。有点像翅膀一样的那种感觉啊，抬你的大臂就可以了，把你大臂往上抬两次就可以了，手的动作，然后左手嘘放在嘴唇前面这个地方是这样的，然后脚的动作呢，踏踏，脚往外撇，脚跟往外撇，让你的膝盖可以稍微往里扣一点，往下蹲一点，然后整体呢会有一点阿杠的这种感觉，往起提，往下坐，往起提，往下坐，这样的感觉，身体有一个上下的幅度，脚稍微转一转就可以了。所以这块这个动作啊，踏踏，然后往前一伸，左手伸出来，然后放在这儿。然后这块单动的版本呢是这样，左手往下摁，然后翻手往前，这样拍掌，这样的感觉啊。脚的动作其实是一样的，都是这样这样往前提胯这种感觉，手呢就感觉是来来来来来来这种感觉啊，就是这样招呼一样的那种感觉，比较俏皮一点。所以呢，这个两个版本，一个是这样啪，一个是这样啪，这两个版本啊，看你自己喜欢哪种，两个版本都可以跳。好，到这儿之后，直接把你的右脚啊往后撤。往后撤之后，你的身体整个转到右侧，腿保持这样子，继续把你的手放在胸口两侧，砰砰跳，这样的感觉啊，拿你胸往前伸，再往回收，踏踏，做两次提胸的动作就可以了。然后手的动作呢，在身体两侧踏踏，这样子开合开合，搭配提胸这个动作就可以了。再看一下啊，从哪块开始？从这块来。腿转身，痛痛，然后继续往后说，两个腿并着并起来，跳着并起来啊，手往上推，往上推的时候你的胯往下坐一点，可以往左边稍微出一些啊，踏，这样出去，手两只手分别都是往斜向上这个方向推出去的，嘿，这样子推出去，继续往后走，往右往左往右，这样子两个手臂在身后做波浪，这样的感觉，左波浪，先是往右边，再往左边，再往右边，这种感觉啊。然后这个手呢，也可以是开着，像我刚才做的那样，
把手开着，或者你握起拳头来也是可以啊，往右、往左、往右都是可以的，所以这块也是看你自己喜欢啊。然后做手勾当的时候，你的胯搭配手做一个方向的，把你的胯往同一个方向转啊，往右、往左、往右这样的感觉。然后继续手腿保持这个状态不动啊，手比成这样，两个指头收起来，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这样伸出去，前三秒，这样三秒的意思啊，放在这儿，先往下放，拿起来放在自己的肩膀前面这个地方就可以了，然后头低一下，再抬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块这个动作啊，手一定要是拿过来，咔，有一个摆 pose 的这样一个感觉啊，突，这样摆 pose 的这种感觉一定要做出来，然后啪，抬低一下头。然后我们再过一遍啊，从这儿开始，啪，然后一、二、三、四这样的感觉，然后咚，低个头，继续手啊，立着的这只手就是你的右手，往下翻，同时把你的左脚往后撤落地，右脚抬起来，手往下扶，腿往前迈，落在前面，左手往边上去捞，整个人转一个圈儿。是这样的感觉，再看一遍啊，踏踏踏，腰一下落地，转身转过来，继续往后说，手又往上推，跟刚才是一样的啊，都是往上这样的一推，继续两个手握起来，在自己的左侧脸颊旁边，你最最最这样的感觉，最最最重要。重要的时候，手两个手比成这种枪的这种手势啊，放在往后，再往前，两个手腕靠的稍微近一点，往回，往前，是这样。所以你的左手呢，就是先往出伸，再往回收；你的右手呢，就先往回，再往出。所以这样两个手就搭配起来了，就出来了这种手花的这种效果啊。所以说这块推上去，落手，然后拉一下，拉两下。拉手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也是啊，蹲蹲，搭配这个拉手这个动作，整体看起来会更俏皮一点。你最最最重要的时候也是头的小细节啊，往起第一下这样翻手的时候，你头往前；第二下的时候，把你头啪往后，这样子整体会更协调、更好看一点啊。啪啪啪，走着。好，第一个讲完，我们来跟一下第一个的音乐。